事啊？我他妈跟你讲啊！怎么了？我跟他讲话关你什么事啊？你他妈欺负他？正常查验一下你的车票，先生，你不要坐好吗？你什么？你什么东西啊？对呀、啊，你什么东西啊？你是什么东西啊？我车上有警察的，先生。你说中文？不要激动。怎么？我说英文是我的。你说中文？我说英文是我的自由。你他妈在中国？我就说英文。好，坐。关你什么事啊？而且老子没有打你。你是什么东西啊？你他妈不要再讲话了，能不能收？能不能收声？你闭嘴好吗？操你妈！你有病吧？你脑子有病吧？是我脑子有病。你是不是有病啊？能不能不说话？你他妈没有病是吧？多管闲事，有病吧？说别人的时候反省一下你自己好吗？因为我觉得你很奇怪。哎，我说什么了？他说我说他不要站在这儿，怎么了？关你什么事啊？我正常查验一下你的车票有什么问题吗？